说不定第一球就出去了。稍微做一些调整。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金球做公益的部分呢，第一位派出来的是这个张镇伟花花兄弟上队的球员来担任这个。花花今天怎么会在全垒打大赛出现呢？做公益嘛，对。来谈谈现在的心情好不好？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还有在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，打全垒打大赛会不会紧张？应该是会紧张吧，对啊，然后想说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如果打不出去，我做公益嘛，我自己掏腰包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简短访问花花之后呢，第一个上场的选手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花花张镇伟，欢迎花花加油！我现在。花花刚已经说出来了啦，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出去的话，就自己掏腰包。不过我相信现在全场最紧张的呢，除了他自己，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钟教练。没啦，赢爆啦，赢爆，赢爆，比较紧张，赢爆，快紧张啦。没啦，那我怎么？没啦，爱赢嘛，爱赢。哦，啊，不要紧啊，就那放烟火啊，放跑马后啦。希望花花加油，得点的功夫。好可爱哦！啊，完成他的心愿。对对对，所有球员呢都有家人陪同呢，到现场来帮他们加油打气。那一样哦，有再次试打的机会。的时候有打一个界外球在标杆附近，哦，过得还蛮远，我有在注意。对对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呢，他的位球投手啊是罗国华，就是他的队友。对，罗国华，你莫吹雷八哥了。这么近是有可能八哥。倒球对，哎，要孙阿伯动作又短，用腕手腕的力量。你像那个罗国璋就是一流的，位球是最好的。哎，我们看到现场其实有围一个那个哨棒区的全垒打，那是为花花专门摆的。不啦不啦，一起可能。现在看到女儿也在场边呢，帮爸爸加油啊！这个球结果打了一个卡波比。还有，你讲啊，都卡波比都三垒安打，真的是为了三垒安打而生的男人啊！而且这叫全垒打大赛还能打三垒安打，打全垒。哦，两个出局数了。啊。现在，哇！场内全垒打，场内全垒打，花花加油，花花加油！哦，脚程相当快的张镇伟啊，现在打到右外野方向，打了一个场内全垒打，也算也算。也是全垒打，好，打完之后，花花来谈一下，在没有试打机会的情况下，你只有三次的机会，全垒打大赛是不是真的这么困难啊？还蛮困难的。对啊。那今天对左打者来讲顺风呢？对啊，投手太准了。所以刚刚为什么要跑这个场内全垒打？打不出去嘛，自己跑用跑的就好了。是，好，我们也恭喜张镇伟为我们的公益圆梦爱不罕见捐了10000块，谢谢张镇伟，谢谢花花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下一位的选手。哦，再看一次最后花花还有滑垒的方式，哦，摸到了本垒板，来一个场内的全垒打。那当然花花呢也是前面在访问就有讲到了，今天就是来做爱心的，送爱心出去做公益，所以也这个捐了10000块钱，希望能够帮助这些罕见疾病的朋友们。